天到地论古今，万词也需要创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这个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这个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到地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扶责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是山东梁山雷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这个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保命蛇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这个他没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是前浪排在了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慢慢唱。陆云龙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叫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母夜叉孙二娘，就爱轻浮喜洋洋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陆志深，走南闯北开大奔，活阎罗这个栾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，这个青龙白虎身上印。独活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。不偏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部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魏定国，为了金钱眼全弱，跳剑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陶宗茂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那个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部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小林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哥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那个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是跪下叫我林大人，谁要再敢欺负他，跪就把谁带回家，谁